我叫范若冰，我这次负责的是采访比赛者的赛后心情之类的。这次活动让我学习到了很多，然后让我非常享受这一次的过程，也让我学到了很多和人交流的方式，提高了我的交际能力，这是我在学校的专业课程里所学不到的。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继续的举办下去，让更多的音乐学生能够有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。